恩施狄公有个习惯，凡立一案，都会每天将线索、可疑之人即将探查的方向都记录下来。从这份查案日志看，卢林峰已是合格的狄公弟子了。出来吧，我一直在等你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来？如今京城这么乱，你担心我丧命，当然会来保护啊。说好的退隐山林，转头就忘了。我看你就是个官迷。苏明仕途是小，鲁林峰生死未卜，长安魔王惊现于世，这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儿。虽然公主许我大理寺少卿一职，但是任命未到，我便无人可用啊。哎，娘子，要不你帮我个忙，去长安县帮我给三个人传个话，不必现身，用些江湖手段即可。冒充大唐第一神探苏无名，邀约我等三人至此。您真是苏县尉啊！这叫苏县尉？苏某何时成了大唐第一神探？在我们三人心里，您一直都是啊。跟随您探破长安红茶案、参天楼大案，我们哥仨够吹一辈子了，那咱们就动身吧。去哪儿？去哪儿？鬼市啊！这里就是逍遥园，听说几天前还是鬼市最热闹的地方，看这样子，好像刚经历了一场劫难。应是四个字，果意突围。卢将军，请看，这是喜军送给卢林峰的刀。卢少卿武艺高超，兵器竟都被打折了，莫非真是魔王？不许胡说！苏县尉说过，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，只有装神弄鬼的人。对了，一字不差。听说那日鬼市上人正多，魔王挥刀凶兽羊蹄，被劈砍踩踏，死人无数。魔王怕胡椒，多带一些吧。上好的胡椒，价格公道。哎，魔王怕胡椒，多备一些吧，小心被挖干，保命啊！胡椒是什么价钱？哎，那看你要多少了。你有多少？你要全要的话，3块50两的银锭就可给你。多少？那也太贵了吧，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价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看你们呢什么都不懂。哎，我不卖给你们了。哎哎哎哎，别急着走啊，我是这儿的常客，可也好奇魔王为何怕胡椒。卢林峰，你听说过吗？卢，这名字听着倒有点耳熟，他怎么了？若不是胡椒，他哪保得住全尸啊？他死了？哎，别瞎打听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们是要买胡椒防魔王的。哎，对对对，赶快拿银子。那我得验验货吧。哎，这，你这掺了多少土啊！你胡说什么呀，我不卖给你了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先生，麻烦看一下，别跑。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
你这不是胡椒里掺了土，而是土里掺了胡椒啊！这里虽是鬼市，也不允许你以次充好，坑害他人。你们不会是官家的人吧？正是，专捕你这样的贼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！我昨天包王一来，人都吓跑了。我看满地都是胡椒，想着这回可发财了。你说地上有死人，可记得他的相貌？我的魂儿都被吓出来了，我能忘得了吗？仔细看看，是不是这个人？不是，眼睛更大一些，但没此人英武。地上还有另外一具尸体？没，就一个。喊！这里是鬼市，没有精无畏。你使劲的喊，你最好呀，多喊几个男人来。你不就是来找男人的吗？画上这个，哪有我应诊呐？住手！一兄，一兄，一妹莫怕。鬼市并非不法之地，现有长安县三大捕手在此。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！捕手，捕鸡的还是捕狗的呀？让我见识见识！混账！别让他们跑了，金吾卫大将军陆同顷刻就到。樱桃，幸亏你来得及时。义兄，樱桃姐姐，卢凌风的。我知道，苏无名这次回长安就是来帮你找卢凌风的。哎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得赶紧离开。官家这是干什么？对对对，就是在那儿，那毛王骑的那凶兽更高一些。喜君，画像。老人家，您再仔细看看，这画的到底像不像啊？像，像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姑娘是神，画的太像了。不对吧？我怎么觉得这眉毛应该没这么长，胡子是打卷的，还有这眼睛应该更大一些吧？你也见过魔王？倒是见过几次。好像你说的是对的，这眉毛还要再短些，胡子是打卷的，眼睛还要再大些。老人家，你……哎呀，老人家，回去休息吧。哎哎，慢点啊，喜君，你看，从这儿到那儿六丈开外，且又是在深夜，虽有闪电，可老人家这岁数怎么可能把眉眼看清楚？而你之所以把眉眼画得那么清晰，是因为成佛寺的壁画已经刻在你的脑海里了。是我错了，我误导了卢凌风。都说魔王是骑着凶兽来的，应该就是这个吧。
此兽名穷奇，与混沌桃物饕餮并称四大凶兽。我更愿意相信它只活在传说中，倒是这世门壁画加入了中土之物，且一气呵成，着实令人惊诧呀。难怪他秦孝白能名扬天下。出去，走走走，都出去了。你们也是，都出去，快！你这出家人为何如此无礼？凭什么轰我们出去？秦孝白一进四门，点睛须心无旁骛，大殿内不许有任何人打扰。秦郎，你来了，今日可一定要点睛啊！今日有可能。点出魔王的狰狞，佛祖的淡然。师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随我画壁十几年，难道还没学会？我告诉我，怎么才能给这铺降魔变点睛？师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饶命！师兄，饶命！不要打！饶命！打死他！我错了！废物！你是小废物，我是大废物。师兄，如果你能画出满意的降魔鞭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愿意。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？师兄，阿祖只是担心时间耽搁久了，对你的非议会更大。你难道没听说吗？如今长安盛传，那个杀人挖肝的魔王，是你画出来的。那又如何？施主，各位，佛门众弟，你们要干什么呀？要铲贵孙那副妖化。此降魔鞭乃奉公主之命所作，怎么成了妖化？你信口雌黄，不怕被治罪吗？我儿太学不是孔茂，就是被那壁上魔王所害。我不铲了他，难道等他被点了睛，带着万千魔军屠戮长安不成？让开！好家伙，冷龙！你们什么人？放肆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们要查出妖化！我谁敢上前，我就和他拼命！你们看，果然是个疯子吧？这个秦小白四处游历，不知何时在何处中了妖邪之术，所以笔下鬼怪皆可脱壁作乱。一派胡言！你们谁敢上前，我就要谁的命！我儿就死在这魔王手上，一墙的妖邪不铲了，还留着何用？还不动手！阻拦者，锣鼓打死！住手！这位老人家，令郎死于魔王之手，
你亲眼看见了？看是没看见，但那秦孝白他自己都说过，他画的魔王可托臂杀人，现在连办案的卢少卿都被那魔王给吃了。哼，卢将军武艺超群，屡建奇功，竟被这臂上的笔墨之物给吃了，你一定是亲眼所见吧？我这未见，那你就是别有用心，造谣惑众。如今朝廷正在查此谣言之来源，莫非就在你这儿？你是何人呢？我是秦孝白的故人。你是他朋友，所以你帮腔？非也，我是在救你，救大家。此降魔变乃公主为天后祈祷冥福而作，你们图一时痛快就要毁了她，可想过后果？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？好像是狄公弟子苏无名。你可是苏无名？正是。你不是被贬到乾陵去了吗？若不是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，苏某还真没机会被调回京城。哦，苏无名，朝廷派你回来查此案？是的，老人家您放心，苏某一定竭力探案，查出真凶，还孔博士之死以真相。这么说，你不认为是这魔王在作祟？关于鬼神，老贾，苏某是怎么说的来着？这世上既没有神，也没有鬼，只有装神弄鬼的人。装神弄鬼者，真凶也。苏明，必擒之。那个秦孝白一直跟着我，看到了，我替他解了围，他总得道一声谢吧。给我来点吧。那日与卢凌风一同观我画壁之人，可是你？卢凌风给我看了一幅画，我猜是你画的。别否认，你懂画。那天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卢凌风可否有转告？我要收你为徒。这，大师，您是我心目中极仰慕的人，能拜您为师，是我裴许君最大的荣幸。只是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这拜师学艺还要看什么时候啊？卢凌风生死不明，你一定听说了吧？这和我收他为徒有何干系？那是喜君的意中人，他现在心急如焚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有功底，天分也好，应该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作画上。那个姓卢的，你管他作甚？你这个人好生奇怪，苏先生帮了你，你不谢他，却要追着喜君收徒，我看你就是心术不正，不怀好意。哎，樱桃，你们先走。你真的不该谢我吗？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，你我并非故人，何须攀附？攀附？苏某不想攀附。只是你我虽不相识，但都各自困顿于低谷之中，不算故人吗？看你脸色，不像困顿之人。掩饰而已。你又怎么知道我在低谷？先生酷爱绘画，名震天下，如今却点睛不成，此为你心中最大的痛吧？
那你呢？郁结于何事？苏某虽立功，却被贬，这算吗？官职之事，凡夫俗子。忽被提拔，非因才而被重用，就像被架在火上烤，一步错就会粉身碎骨，这算吗？还是官场之事，真凡夫俗子。苏明确实是凡夫俗子，但若能以此之身为百姓做些事情，或许有一天能被史书铭记。要是实在上不了史书，被那些志怪之书记下也挺好，我也挺知足的。你乃狄公弟子，有些名气，也许会被史书记载，但不会比我凭作品流芳百世更为纯粹。通过诗歌、绘画、书法，被后人知晓和想象，这确实充满魅力。可苏明才华有限，此生恐怕是没这机会喽。但为了青史留名，我这个凡夫俗子一直在暗中努力。对我来说，探破更多诡案，为百姓做更多实事，善莫大焉。你这人虽能言善辩，却也真诚通透。今日之事，多谢了。这人盯着他，但要谨慎。此人孤傲，一旦发现有人盯着他，会有反常之举，会误导案情。阿罗，你缜密，交给你。定不如命。增派兵马，再有去成佛寺捣乱、妄谈铲弊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哪来的胆子？他们不知道是我要画降魔变吗？谁人不知？还不是受了挑唆？你是说东宫？您画降魔变，名义上是为天后祈福，实则就是震慑东宫。那边怕了，定会在背后捣鬼啊！我听说您对苏无名的任命，东宫那边颇为不满，正在为难中书省。既然太子有耐心和我周旋，那就让他来吧。还是没有卢凌风的消息？没有。苏无名除了阻止那些人铲弊，也没见他干什么。不会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，根本就不会探案吧？连苏无名你都不放在眼里了。苏无名曾多次救我性命，是我最信任的人。你才进京几天呢？别学着四处搬弄是非，最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。公主，我错了。你错的还少吗？卢凌风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将你碎尸万段。是是。从鬼门关捞回来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冷飞，是你吗？你个卢凌风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我是在人间，还是在地府？还地府呢？你想去我都不去，我老飞还没活够呢。我还
活着。不是我救了你，你能躺在这儿？别说话了，躺好别动，听我慢慢道来。来喝口水。我在南州安顿好裴侍郎后，就打马北归，正好碰上了卖胡椒的，价格公道，就把南州弟子们孝敬我的金银全买了胡椒。我想着呀，回了长安，到鬼市一倒卖，再赚上一笔。嘿，谁成想啊！白驼加大木扇，我那些胡椒才能用得淋漓尽致。嘿嘿，不过卢凌风，我这次要是救不活你，那我可就亏大了。那些都是好胡椒，你去打听打听，一斤胡椒能换多少只鸡？我老费后半辈子，一天两只鸡，你可得管我啊。他回精武卫替你探案去了。是呢，我亲眼看见。他那个伤的确实挺重，可我是神医啊。你伤的比他还重呢，你得好好养伤啊。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。可是，哎呀，你别说话了。赶紧睡觉吧，养精蓄锐，好恢复元气呀。孙望因妒忌而出言不逊，秦孝白一发雷霆之怒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孙望负气而走，毕老板就没送送？送了呀！新绿郎留步，新绿郎留步！哎，新绿郎，新来的花魁就在楼上，我让他今晚专门陪你。这再好，也不过就是花钱可以得到的歌舞伎而已。我邪绿狼看得上吗？哎，那原来这个孙望到霄云楼也会叫歌姬？以前是叫的。哦，就是最近一年好像是没叫过。最近一年没有。按卢凌风查案日志所记，这马府有诸多疑点。樱桃，明白。老人家好。啊，我手上有几个小奴，想卖与好人家。听闻这条街上的马府颇为富贵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到别的地方去试试吧。马府的娘子强梁，什么事情都自己做。一年前就把府里的丫鬟仆人全都遣散了，怎么会买你的小奴呢？一年前，那不正是孙望频繁到马府来依马的时间吗？此二人有奸情。哎，不可贸然推断。
大理寺苏无名见过马夫人。你是大理寺的？啊，前来拜访，未穿官服。那卢少卿为什么没来？卢少卿他忙，所以就派我来了。那进来吧。问来问去都一样。这些话我已经跟卢凌风说过了，你去问他好了。苏某只是例行询问，多有叨扰，见谅。那个听卢少卿说，贵府有好马。巧了，苏某也是爱马之人，能否？都说爱马，无外乎就是怀疑孙旺的死跟我有关系吧。想看马，你随便去看，我累了，不陪。清，那文书你们看清楚了，确实有个戴字啊。有啊，大理寺戴少卿苏无名见过各位同僚。今日你们谁手上无事，最好是能文能武者，与苏某一同再探鬼市，寻卢少卿下落。怎么，无人愿同往？虽为代理，可您也是少卿，这大理寺之内，只要您点，谁都得听命。只是，您要问谁手上无事，这大家可就为难了。对呀。自卢少卿到大理寺，已将最近两年积压的旧案一一重启，虽已了结过半，但疑难之案颇多，谁不是忙得焦头烂额呀？哈哈，是啊，别说是鬼市了，就是刀山火海也理应前往，绝不推辞。啊，是朝廷俸禄嘛，只是太忙了，还希望您体谅。不过，差役呀、暗探呐、您随意调遣。他们常出入鬼市，极容易走漏风声，还是算了吧。既然大家都忙，那就都忙去吧。带就带吧。来，这画上之人欠我很多金银，你们谁要是能找到他，帮我把钱要回来，我就分谁两成。两成。率先找到此人者，以此金饼为报。真给钱？你不会骗我们的吧？每人十钱，你们自己分。哦，朋友，那你这钱还给我呀？有我的，有我的份儿。走，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怎么下手这么狠？谁让你跟着我的？为何要偷袭我？想抢我身上的财物？我们才不抢呢！哎，打你是怕你害我兄弟，
我为何要害他？杀人取肝换钱。鬼市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当然有了。是你们俩帮那个老叫花子救下了这个人？嗯，是啊，只有那家伙吹了两大袋子胡椒，硬把魔王吹退了。这叫花子多大年纪啊？挺老的，具体岁数又看不出。他可有酒糟鼻？对，红红的，长得可难看了。有老费在，这一副命不大呀。我哪有这个下海上风来？我的手呢？这酒不错。还拿过来！不要！魔王来了！杀人王来了！是你，苏无名。哎，不对呀，我听说你不是守邻居了吗？你跑鬼市来算计我干嘛？不如此，我怎么能找到你？嘿，去去去去去，你们两个小子还吃里扒外啊？嘿，哎，拿去吃，拿去吃。我的鸡，行了行了，我好容易。卢凌风在那儿，他怎么样？快带我去见他。在金无畏，按资历最晚年底就该被提拔了，可到了大理寺无妨，哪怕一辈子只做小卒，只要能在中郎将身边，郭庄都愿意。来大理寺不是为我做事，是为朝廷，为黎民百姓做事。郭庄牢记。好兄弟，你看那不是躺着人呢？我这啊，哎，这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走的时候望天香了。射杀！
显示警。打箭，射其脚下。是。直接射杀。中郎将，中郎将，就是吴宁风，你还活着，我撞他。三功名事惹人烦，千重渡过万重山，一桥晚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，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白掌星辰闪烁，故园半木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无名白首，赤子心托苍穹。黄沙卷谁同坐明月清风？